到姜玉亮，大家肯定都记忆深刻，他是做尽坏事的反派。但若说到杨雪呢，有多少人能反应过来，其实杨雪就是赋予姜玉亮这个角色灵魂的人。杨雪差一点就是70后了，他出生在1980年，是个地道北京人，大学时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。他开始演戏的时间比较早，在21岁时就有幸和林心如、陈坤一起搭戏了，这部剧就是《非你不可》。等到了2002年，杨雪开始有些经验的时候，就开始出没在 TVB 电视剧里，在《血溅轩辕》里和汪明荃一起搭戏。2004年的时候，和佟大为一起搭档的爱情剧《蝴蝶飞飞》让大众开始熟知他，剧里两人好像真的在谈恋爱一样。后来在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中，他扮演姜玉燕，这是一个心狠手辣但又有感情的女人。杨雪对这个人物的诠释非常到位，包括在摸爬滚打中一步一步磨练心智的这一种感受，也是这个角色让他被大众熟知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范冰冰也在这部剧里扮演铁心兰这一角色，不过铁心兰的角色张力不明显，而姜玉燕人物立体，杨雪演绎的又恰到好处，所以当时就被杨雪给盖过去了，存在感没有那么明显，也没有多少人讨论铁心兰。在红了之后，杨雪却选择退出娱乐圈，相夫教子。只不过杨雪找的老公在样貌上却有些欠缺，有些人甚至直言丑。杨雪老公名叫赵凯，长相虽然不好，但是在艺术上却有过人之处。两人在2009年元旦那天正式成为夫妻。杨雪美貌过人，自然都要拍一些写真照，不过前些时候的写真照却引发了一些讨论，有些人说简直跟杨颖一模一样。这么一想确实也是，杨雪和杨颖在长相上有相似的地方，某些角度就像一个人。如今杨雪终于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相夫教子，